今天是新的一天，我们今天要去海边，带你们看看白天的海边是什么样子。你抹了防晒霜，要去海边了。嗯，期待。非常，而海风吹得非常的舒服，是不是？对。哦，我们还去过迪拜的沙滩，迪拜的那个沙滩，马尔代夫的，帆船酒店的那个。对，然后深圳的，然后包括之前来过亚龙湾的、三亚的，当时还去过香港的十二和日本的湘南。真的觉得就是三亚这个沙滩真的是在国内非常棒。来到美高美酒店啦，来探访一下里面怎么样，不知道能不能进啊，进去又试试。高美酒店大堂了，酒店里就是不一样，很凉快，整个风格很新加坡风，就如果你喜欢新加坡那种风格，可以感受一下这种建筑的感觉。离开美高美了，要去下一个，办好走起。现在是中午了，海滩特别热，但是人比较少，所以可以想干嘛干嘛，非常爽，而且海比刚才绿了好多，然后天也特别蓝。好酒店了，还行吧，没有想象的好。对，就是没有那个美高美那种很新很。主要是那边是上沙滩，直接就是好几个泳池，比较凉快，比较有感觉。这个就感觉也可能现在中午了，就比较现在可能中午的荒无人烟的感觉。后边一个教堂看到了吗？然后后面就是大海。的私密性特别好，就是它除了酒店其他的建筑都是比较高的，
感觉是遮挡不让人与人相见那种，对，灯光也很暗的。但在那个美高美就很敞亮、就是、很阳光的感觉，对对对，它又平面，建筑高度没有那么高，然后大家都在一个泳池里玩，这种感觉就是自己有私汤的那种感觉、哦、对，是的，我们还没看泳池呢，因为我们现在找不着大门，找不着大堂。它的大堂不在一层，这正对面是餐厅、嗯、所以隐蔽性很好，但是感觉那种度假感觉，其实可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啊，不一定，因人而异吧。可能人家就喜欢就是在酒店里歇着，对对，然后泡泡私汤，然后不要受别人打扰，可能海滩都很少吧，因为这边海滩就是那种水上项目太多太多了。 嗯好，现在是几点？下午的三点，还没吃饭呢，早上也没吃，中午也没吃，现在要去白马谷吃饭了，终于能吃饭了，都快饿死他了，委屈了哈，走吧走吧。我们来到必胜客了，上次来三亚也是吃的必胜客，但我们吃了外卖，对，这次不是外卖，是外送，等了半天等位，然后这次终于进来了，看看怎么样。哇，好酷啊，这家是我们之前来三亚吃过的必胜客，但当时有人太多了，都是点的外卖直接带回酒店吃，这次是第一次在店里吃，当时应该是因为百花谷里面还没有太多吃饭的商铺、啊、对，所以就仅有那几家人都特别多，我们是外卖自己带回去的，还等了一个多小时来。我们回来了，终于可以休息了，啊，累死了，出去了，出去了，哇，在举办孩子的游戏活动，看那边，嗯，看孩子的游戏活动，在那个位置，你可以进去玩，是不是很 happy？ 你看有白雪公主围成一个圈儿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奥特莱斯吃饭，选了一个大众点评上推荐最多的一个海鲜店，只要味道还行，别被宰就可以，对，能接受，只要好吃就行，是吧？对，走吧，让我们找找那家店在哪。现在是在三亚阳罗湾的一个奥特莱斯里边啊，还不知道里边怎么样。这有辣炒葱姜炒，花螺有白灼，有辣炒，有椒盐，有葱姜炒。咱们我想螃蟹想那个葱姜炒，螃蟹葱姜炒，那个花螺是辣炒啊，可以可以，找个位置坐啊。好，谢谢。这椰子很真诚，它有大青椰，我感觉得有个三四斤吧，感觉能泡在冰里，冰冰的就好了，还行，不酸。这个这么一看，目测肉还是挺多的。这是这盒里的大钳子里的肉，还可以。好大呀！嗯，很嫩，挺嫩的。
一千呢，它是140一斤，咱这三只好像是240左右，三只就200，220-223左右。螺是买了不到一斤，接近一斤吧，一斤是80多还是70多，好像是，然后加工费是80多。这家是不是在小红书上看？不是，这家是哪儿都有，平时都特别火爆，但是它总店是在海鲜市场。啊，总店三亚，第一市场。其实它里边整个是一个海鲜市场，这边可以自己挑，然后挑完了进来店里吃，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好。椰子25的，